医生秀团病院设立湿地共同照顾中心，并且将服务的据点拓展到其他乡镇市。经过评估和规划，今仔日也甲草屯的土城社区正式来签订合作案，将透过园艺以及音乐治疗等方式来减慢老大人湿地的症状。好，大家好，安尼来讲。为着第三秀团病院以及草屯镇公司的合作，甲土城社区来签署着成立湿地专职服务据点，因共同来合作启动关怀工作。我想呢，尤其是咱中央政府呢在推动咱长照二点零，尤其是对于咱的失智症吼员工非常的这个关心咱秀团医院呢也可以说是受到我们咱的卫福部呢。指定的南投县哈，这个医院呢，来做所谓的失智症的共同照护。第三秀团病院来设立着湿地共同照顾中心，并且拓展到其他乡镇，成立着十个服务据点。首先针对社区老大人来进行着检查，结果发现拢有将近一半有早期湿地的现象。亲像讲草屯的土城社区，55个老大人当中，有21个人。因此，湿地照顾甲预防工作未使来疏忽。有一半的一个比例来讲，事实上是蛮高的哈。那事实上，我们根据台湾的医学统计报道来讲的话，事实上每个家庭如果有四个人口来讲的话，事实上基本上未来都有一半的比例会得到一个失智的一个现象。所以失智上，事实上它是一个早期，如果能够早期诊断，就能够早期预防。为了讲帮助增大老大人行到户外，愿意甲人群互动。土城社区来成立着关怀据点，并且在草屯镇公所的经费补助之下，来做着露营用餐。这边第三秀团病院团队的加入，嘛，让地方长者真欢喜。来这呢，嘛有一挂常识啦，嘿，一挂呢，知识小交换吼，加减学习一挂呢。甲秀团正式签约，或者失智的退化性失智的长者者吼，要。算讲有搁较侪机会，互学到一挂遐个卖退化较紧诶。第三秀团病院将于2月份开始，配合土城社区来开设着多元的课程，嘛希望透过因的资源甲专业，共同来服务老大人，做好照顾甲预防失智的工作。记者林明新采访报道。